是咱的婚礼呢，当然一切都要圆满啊。安尼就对啊，等大家哦，心情较平静的，咱才会好好计划好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一切拢听你的。尼克，你哪流鼻血啊？哎呦！啊！你最近身体是安怎啊？哪会常常咧流鼻血啊？我顶礼拜有去检查，今仔日要去回诊，连伊我也去看报告。那呢，我陪你去。免啦。啊，你唔是讲你新的工课，今仔日要去报道，你总袂当第一天就人请假，安尼会予人无好的印象哦。迄嘛只是咧。我也是要跟尼克说我是在宋金花那边工作好啊。你就安心去上班，别烦恼。那安尼，你报告出来的时候你要随时跟我说哦，安尼我也会较放心。好啦，我唔得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你紧食食的，准备去上班，莫第一天就迟到。我代志你唔免烦恼，我报告看煞，我就入去公司啊。其实嘛，我们也常常流鼻血，头前的症状嘛愈来愈严重啊。秦博士以后啊，到底是咧跟我斗相共，还是咧害我？我一定要找伊问我清楚。你给我吃的药到底是啥？现在我身体状况愈来愈歹。阿太啊，你莫这么激动啦！废话莫讲，我身体到底是安怎？就是废话，唔才免讲。我听你讲话遐大声着，就表示你的身体还阁袂歹啊。好啊啦，啊秦博士放开啦，伊还阁替我泡咖啡呢。你是不是应该甲我解释一下，是安怎我身体的状况会愈来愈歹？若是这药啊有效，我的身体应该是会慢慢的复原，药啊会愈吃愈少。是安怎即马，唔是这状况？哼！哇，你一睏头就问遐济，啊是讲你进行在董事会公开反驳我的代志，敢免先甲解释一下？人讲好天爱欠好来牛啦，我迄毋是反驳，迄叫以防万一。王三河坐一年遮大哩，就是想要一网打尽。我若是无甲恁划清界线，只搞出代志，大家拢会做坏事。啊，不过我若是甲你分开徛，中无我这粒机理伫外口，还阁有路用，敢是？我阿爸听伊讲吼，弃车保帅呢。唔捌听见气帅保居，啊！好佳哉，咱无咧行去，啊！若无我绝对输甲痛苦。人讲药就是毒，药啊会当救人性命，嘛会当害死人。一开始，一个秦博士给我食这药啊，我当作伊是救命仙丹，到今嘛我才知影，原来伊是害死我的毒药。啊！不过偏偏我已经袂当无伊。这就像吃毒同款，无得回头，只会当受你的控制。你本来是吼一个已经倒去眠床二十年的植物人呢，就算讲让你有机一醒起来啦，照一般咧做福建哦，你若当徛起来是不得了啊！啊，你起码哦，唔来行会走，甚至个活跳跳，迄就是靠清波水粒苗啊！你唔只会当透支性命，摕出来使用。套住性命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敢讲这就是这药的副作用？当然啊，我不是秦始皇啊，那话都叫全国老百姓体测的忠心不老的仙丹。你这病这特殊对，吃药啊绝对要特别强、特别有效，迄个绝对有副作用啊。我参像你讲的嘛，药啊会当救命，袂当害人无命，迄有一好就无两好啊。搁再讲，有酒有海，迄真正常啊。这个药的副作用这么严重，现在当初你无甲我讲，我若早知影效果会安尼，
我家己的选择，要食是不爱食。啊，即马讲尻川的话就无意思啊啦。就算讲哦，当初我有甲你讲这药的副作用，我甲你保证啦，你百病同款会食啦。因为你有刚想要报仇尔，你绝对哦会付出这个代价嘛，敢毋是？有毒药，就解药，你一定有办法报仇对无？是无是？你袂当这样无负责任，你紧想办法，你一定有办法解救。哦，你真正足讨债呢，一个啊就创到两杯咖啡。我刚才过来整理呢。阿太啊，你现在身体状况吼有够好啦，含头壳吼也无啥清醒，所以我想要好意小甲你提醒一下，你剩落来时间应该是无济啊。所以吼，你爱趁即马身体还用的时阵，甲该补的小金补补的，安尼才袂浪费天公伯啊，顾你醒开，互你第二个生命机会。这是你的药啊！少年的时阵，我可以为食毒，把毒品控制，身不由己。解毒了，我就甲家己讲，绝对要好好生活。袂当阁犯同款的错误，想袂到即马，我阁被这种莫名其妙的药控制。竟然得着恶性脑瘤，哪会安尼？戴先生，你有要紧无？是你哦。这个名诶，我看卖。我的卡，我用用我专业的判断，甲你讲。戴先生，因为我的专业，我无可能甲你讲这一切拢会无代志，迄种安慰的话。啊，不过同款，因为我的专业，我会当甲你讲，其实哦，你唔免遮尔悲观。我知影，人一出世，就是慢慢仔走向死亡。人生终于尾，拢会有结束一天。我只是走了比别人搁较紧尔。虽然讲哦，你脑瘤的位置足深呢，啊，佮有评估你袂用演开刀，啊，不过嘛是有其他的方法通去处理啦。甚物方法？敢有法度完全好？医学上哦，无法度直接甲你讲甚物百分之一百，啊，不过一定会当找到适合控制这病情的方法。你神哦，一定佮无用规工无食饭啦。这刘医生是上爱食，紧摕来好食。阿公贵宝，你嘛只是来安慰我。这毋是阿太声，伊是你甲立行讲啥？这么激动？当然毋是啊！我知影你即卖只是无法度接受我讲的话，你嘛无法度相信。那安尼哦，你应该去北京病院问看卖，说看骗你。我问过二次意见了，你家己啊想看卖，想要安怎做？那是我的建议哦，我是希望用药啊去控制脑瘤，希望迄脑瘤会用会变较细，了再去评估会用会开刀甲伊提掉的可能。那是讲迄脑瘤变细啊，你开刀成功的机会哦。在大大的变故，你那就是脑瘤啦。
咱兄弟两个人就做兄弟尔呢？袂安尼，绝对袂安尼。平宝，你是？我跟你讲，阿泰袂办的所在，我敢那信任过你尔。阿泰哦，伊要当只治疗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救伊。伊安怎讲，伊嘛是你阿叔的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伊戴先生哦，甲我阿爷阁有三个三个人是结拜兄弟，所以伊算起来嘛是你阿叔。阿姑好啊。正常啊，你迄个朋友叫做啥物？丁世林，雄雄无去。我每届甲你问，你每届都找理由甲我应付。今仔日哦，你定好好甲我解释啊。无啦，你是哪？而且哦。你当正入来就一直阿呆阿呆，安尼叫，你是当作我拢无听到。刚讲你要继续污骂我，你确定？你要问到底？当然。我的爸爸竟然害死我妈的初恋情人，我的初恋情人竟然无死。就是坐伫个遮的这位代，这位王三台先生。就是安尼啊，医生，阿姑已经把所有事实拢甲你讲了。是嘞，王三台先生，我实在想袂到阮爸竟然做出这种代志。你想袂到的代志还阁真多。就是因为恁爸对我做出这样歹心毒心的代志，害我困袂二十几年。金花嘛是因为安尼，才让恁爸趁虚而入。我的亲情、爱情、我的人生，全部拢是让恁爸毁掉的。你这么搞我回去有啥物路用？我一切想来陪我。啊，好，好啊啦！这个代志是变成迷途，也不是你行啊！你即马安尼甲发脾气，有啥意思啦？我看到伊，我就想去彭启明。这个禽兽用 BP 的手段霸占花花轿，这囡仔。是嘞，我知影。不管我讲偌济是嘞，拢无法度弥补你失去的人生。啊，不过我是想要替阮爸。你所做的一切，甲你回事嘞？你嘛知影这无路用，就准讲你鬼甲死，我王三台拢袂原谅彭启明。阿泰，做歹代志的人是平青梅，啊，毋是你神啊！闹老爸欠孝，叫囝来行的道理啦。我跟你讲，阮立新真正是一个做好的囡仔。我要甲你甩病的时阵，你差一点就危险救袂转来，那是拄好拄到立新的。若无你即马哪有材料通徛伊遮，甲伊大细声？伊对你偌有心，你家己心内嘛清楚。你即马对伊安尼生气，对伊敢公平？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今仔日，不管是我的身份。还是我的白情，走出这个房间，恁就把一切当作毋捌发生过，不准让任何人知影。我有完是等一刻，那无，我一个特别无命的人，要甲谁拼命，我拢唔惊。阿姐，你放心，我是医生，我会遵守医生的医德，我绝对不甲任何人讲。温立行甲彭立宏，迄个唔成囝无共啦！伊讲会到做会到啦，我嘛通替伊当胸口挂保证啦。好啊好啊，行啊，我陪你提药啊，行啊行啊行啊。阿叔，实在足可怜。爸爸，为虾米安尼做？这是爱我以后啊。安娜面对伊，还够吗？